Hello， 我是解忧松松，梦想着成为奥特曼的男人，请看大屏幕。上期的答案你有猜到吗？今天啊，就让松松给大家盘点一下新生代奥特曼他们的最终大 boss 都有谁吧。黑暗路杰尔作为新生代出现的第一个梦，路杰尔确实是长得够帅，银河变身造型还没有摆好呢，直接就被这家伙一脚踢飞。而在设定上，这家伙是银河的黑暗路，同样也是火花人偶的幕后黑手，而他们的原型正是传说中的黑暗路线。可以说在设定上这家伙确实够强，但是在踢飞中呢，只是破坏了一座学校而已，在和银河的战斗中也是匆匆下了场。可以说无论是形象设定，路杰尔都是实打实的 BOSS 级人物，但是待遇啊确实是不太好。格里扎的设定也是相当的恐怖，是暗黑雷暴能量的引导者，自己的本身呢就是无的存在，在入侵地球之前曾经毁灭过三个星球。跟路杰尔比起来啊，这家伙起码戏份还是有的，起码人家打了两局，第二形态就把艾克斯锤到不行不行的了。但是奈何他的智商太低，本来无敌的第二形态非要变成有实体的第三形态，结果啊被拥有主角光环的艾克斯成功 KO， 魔核究极大蛇。欧服中的他应该是新生代中最强的 BOSS， 虽然名字是大蛇，但是看起来更像是一只大老鼠，一看到他就让我想起了迪迦中的加坦杰厄。别看长得不怎么样，实力还是非常不错的，之前魔王兽的所有技能他都会，手撕加拉特龙的爱药欧布呢也是被他吊打，他的大嘴是最为致命的，啥都吃，大楼光线欧布声线看到什么吃什么，简直就是个饿死鬼投胎一样。饥饿贝利亚新生代人气最高的 BOSS， 一个是黑暗路杰尔，另外一个就应该就是饥饿贝利亚了。而这次也是贝利亚最近的一次现身，融合了安佩拉星人和黑暗路杰尔之后呢，形成了最强形态。老贝跟赛罗打了8年了，这一次总算是虐了赛罗，给他打的毫无还手之力。但是啊，可能他都没有想到，打倒了一个赛罗，杰德居然站起来了，而且这货还是自己的儿子。鲁克赛特出现在罗布中的最后大 BOSS， 被称为会给全宇宙带来灾难的生命体，曾经轻松毁灭了无数的行星。1300年前，他就曾亲手打败了罗索奥特曼和布鲁奥特曼，当时人间体还不是兔家兄弟，而是美健的哥哥。1300年后，同样还是虐了罗布兄弟，切换各种形态都没有能够打败他，最后还是献祭出了自己的妹妹，才成功的击杀了他。好了，这就是新生代的5名最终大 BOSS 了，你最喜欢哪一位呢？赶紧在评论区中告诉我们吧。我是解忧松松，梦想着成为奥特曼的男人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